拉进房子里。干活啊？他不会。拉大补，我要拉满。你来一个。帮他，我拉大补，3秒。我要走一个，哎、欸，人推你。有另外队。他们死光了。机器人爆甲。左边机器人爆甲。啊？有位置吗？在左，一个在左左边平台。一个在左左边平台，一个在偏中间。你拿高塔，那我要去找你们啊！你要拿高塔的，还留大。我过点哦，要帮我看一下。我脚下有一个。线，我打不到他。头上有人啊！闪过。这边AD。爆枪，收起来。哇！哦哟！队友是阿萨斯荣誉，你是阿萨斯荣誉哦？不是啊，不是。我。啊，没办法，靠腰。我想帮陈国，他过不去，差几百的。一直没秒掉，可惜。那只我打爆甲了。为什么我滑步的时候一直被拉回去啊？你们会教吗？嗯，不会啊。我也不会，可能你ping比较高吧。不然我两百，我189到200。靠，我也是170ping而已啊！靠，要鬼打脚的呀。会不会没有 loss？ 我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有。哦，还好。我已经好几次这样被拉回去，我刚刚要滑帮你，然后哎、欸，被拉回去了。不是，想把我们两个过去他那，过去。我想说我们去塔上就好。大家哈哈，诺不提达鲁跟新鼠威，什么阿萨斯龙语啊？我来呀、啊！魔世界的东西，靠腰骂机器人是不是？我刚刚原本很想 Q 起来帮陈国涛打地狱之天际线，但我知道我 Q 我一定死。我真没接 Q。哼，大家被中毒，这样中毒的人。